大家好，刚才在这边放了一副渔网啊，五指渔网啊，比较大的，专门捕大鱼，现在已经放好了，过一段时间来修，看一下能不能捕到大鱼。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这边放鱼笼的时候啊，看到了有好多大头鱼，不过那时候水位比较高，现在退水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，只能静静的等。前一段时间啊，赣江这边涨水，这个地方全部被淹掉了。休息一会儿，等会儿去收一下渔网。哎呀，刚好这边有几个石头，我们在这边休息洗个手。呀，一条泥鳅老表。哪里？这里快。呀，真的嘞。有两条，这还一条。哦，三条，旁边还一条小的。哟，这条挺大的。哈。哎。这我能抓得到啊。这还一只虾，还有好多虾，不止一只哦。这条泥鳅挺大的，来我救你。过一段时间这里退水了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抓到没？抓到了，没袋子，我拿不起来。捡个矿泉水瓶来。我抓到一条大的。啊，我也看到了。哦，跑了跑了。这一条。啊，这还条小的。我看到了。去捡了一个袋子，这应该是钓鱼人扔在这边的，装一点水，抓到了一条，这条泥鳅比较大，继续。嗯，有虾，好多虾这里。你虾抓不到。抓到了。抓到没？这些虾半死不活，都快死了，肚子下面全是崽。泥鳅。哇，打。用脚动，用脚弄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看你往哪跑，跑不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这条泥鳅挺大个，不要跑，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。石头缝里面有，好多虾！啊，真的嘞！看到好多虾！哎，我也看到了。要打脚了。这个虾挺大的。这个虾不好抓。泥鳅。在哪里？对。抓到了，这石缝里面好多虾呀，看一下能抓得到不？看一下能抓得到不？抓到了一只虾。这虾都藏在这石缝里面去了，搬起来。原味呀、啊！这还有好多虾抓不到，那这全是虾。哎，抓不到，把你们给放了。遇见我，你们得感谢我。收网了，这等了两个小时了。哎，这下面估计有好多垃圾。今天刚买的新网，来这边试试，结果空军啊，啥都没放到。现在回家了，我鱼塘里面的鸡鸭都在等着我们。